泡澡，然后就直接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泡澡视角啊，哇，不知道晚上什么样子。沙发区，然后他去帮我们搬入住，然后他刚刚送来了一壶这个茶，喝一下，那种姜汁的味道很浓，应该是什么花的姜汁茶吧？这个、啊、窗外好不好？俯瞰整个上海，哦，哇塞，这是在全上海最高的楼，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。俯瞰整个上海的 view， 这个黄浦江，这个落地窗大，然后这个大堂这边有各种艺术品哦，整间酒店各个角落都有各种艺术品。房费已经提前支付过了，然后我们房间都是全面禁止吸烟的，跟您说一下吧，看您这边帮忙听听。那吸烟要去哪边吸？吸烟我们这边只能到一楼了，因为整个大厦的话都是超高楼层嘛，所以禁烟标准比较严格。好的，因为我们房间会有一些艺术品嘛，也是提醒您注意安全，对吧？跟您这边帮忙听听。然后这边跟您介绍一下您房间包含的一些相关的礼遇。房间是包含两份早餐的，因为明天是周末，我们早餐是到11点钟，就在我们对面的意大利餐厅，到时候直接过去报房号就好了。好的。然后您现在所在位置是我们酒店的大堂吧，是大堂欢迎茶饮，它晚上是营业到十点钟，所以说您晚上有空的话可以到这边看一下夜景。
因为这边的话晚上夜景是整个酒店位置是最好的一个位置了，而且您房间还包含一个至尊情的下午茶，是在我们84层，它营业时间是2点到6点钟，所以你有空随时过去就可以了。非常的日出日落的话，你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，基本上6点就会出来了现在，然后日落的话大概是5点半左右的时候。对的，建议您日出的时候明天早上可以到我们120层天之锦餐厅，让那边可以带您一起看一下。日落的话大概待会儿就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，这个位置就是最好的，我们前台这个位置。行，那您稍等一下，然后我这边马上稍后带您去到房间。84层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所有房间是在86到98层，而且整个酒店的话一共是165间客房。这开业多久了？我们开业还不到2年，马上6月19号是我们的2周年。哦，对，因为在上海嘛，所以之前还经历了一次比较大型的封闭。所以其实真正营业的时间并不是特别的多。好，这边没关系，行李我来就好了。没事。这间房间的话位置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，它是可以看见东方明珠金茂家，在浴缸这边是能看得到环球金融中心的。虽然金茂有一点点矮，对对，金茂也是能看到，然后在浴缸的时候那边泡澡是可以看得到环球金融中心的。对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。对，然后给您选这间房间是我们凌空房间的现代风，我这边是用了一个白玉兰花瓣做了一个浴缸的一个造型。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化妆的一个区域在这边，包括吹风机的话它也在这边的一个抽屉里。然后明天早上您看日出的话，是不是要给您安排一个较早服务？要，我让同事观察一下天气，然后如果觉得差不多看出来了，给您再叫醒您。好的，估计差不多会在5点50分左右吧。正好我们早餐是7点钟开始，到时候您可以看好日出逛一逛，然后直接用早饭。我们整个酒店是一个管家式服务嘛，所以我们房间内会有一个管家柜。然后您比如说有洗衣或者是擦鞋服务，到时候您可以打电话或者通知我们，直接放在里面。这两扇门是不可以同时打开的，您只要您锁好了之后，我们在外面可以直接取走，到时候直接返回在您的管家柜里。我们洗衣的话，看您洗的衣服如果是比较薄的一些短袖啊 T 恤这样子，一般3个小时左右就会返还给到您了。鞋子，对对，鞋子的话擦鞋服务我们这边一般半个小时，然后我们擦鞋全部都是免费的。然后拖鞋需要帮您提前拿出来吗？因为拖鞋在下面的柜子里。对，比较隐藏，所以跟您说一下，怕您到时候找不到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迷你吧柜，迷你吧柜的话，我们所有房间软饮和啤酒都是免费的，只有小零食和小酒藏这么好。对的，它这有一个展开板，然后可以作为一个展开式的而且我们咖啡茶在这边。您有需要的话，您随时叫我们，可以帮您补充都可以。好。然后迷你吧像下面的话，这一层软饮和啤酒全部都是免费的。OK。然后晚上您看大概几点钟可以方便给您开夜床呢？5点钟就可以来开。5点钟是吧？好的呀，那我通知同事5点钟给您开夜床。谢谢。然后这个是您的房卡，是我们定制的一个比较迷你的。真能带走吗？可以给您留作一个纪念的。对，是定制的一个我们这酒店嘛，对的。然后罗先生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有任何事情随时联系我，我叫罗瑞亚，你有任何需求随时找我都可以。好的好的，哎，谢谢好的谢谢。好，祝两位入住愉快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，那再来给大家看这个很重要的睡觉的地方哦。那这个不知道刚刚有没有人注意到，床前面有一个这个。哦，升降电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就是看到这个床嘛，啊，看到这个饭店睡眠当然是一个很重点的哦，还有开过夜床了啊。什么是开夜床呢？啊，开夜床就是这管家服务人员就是帮你折一折啊，把这个床用成方便你入睡的一个形式，就是你一回来哦，
然后不只是床啊，你看这个旁边这个水、哦、也是他 开完夜床之后帮你准备的，从意大利来的矿泉水、哦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、哦、大家看到脚边、哦、这个拖鞋、哦、他本来也不是这样放啊，应该说本来也没有把拖鞋拿出来、哦、但就是开完夜床之后他就帮你把这个拖鞋啊这些都放好好，随时可以让你安心入睡、哦、就是让你很舒服的睡觉。然后再来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很在乎这个床的品质、哦、那这边就来跟大家试躺一下、哦、不过它这个床很高，就是我垫个脚尖坐上来、哦、还是会滑下去、哦、这个 高度我比较尴尬、啊、我必须要跳一下、啊、跳上来、哦、对，这样才可以上这个床，这床挺高的，大家刚刚应该也看到跳上来只有这个洞嘛、哦、软、啊、但也不是说很弹簧的那种软、哦、就是我来试试看、哦、感觉一下，它也不是很软到你整个会那个下去的那种软、啊、所以应该说它比较像一种你知道那种无重力的感觉、啊、就是你可以这样躺得很舒适，虽然这词很拔啦，但就是很舒适啊，不然还能怎么讲，就很舒服啊，不然的床最重要不就是舒服吗，就它没有让你感觉到它里面有那种短又短又的弹簧，没有、啊、可是它还是软，然后感觉它好像有在随着你的身体的形状还是什么的，就是让你很舒服，就跟有一些按摩椅吧还是什么的之类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大家可不可以 get 到。那刚刚也说了嘛，我要上来不是很高吗？那这可能就跟它很高有关系啊。它很高的话，就代表它这个里面可以有很多层次的这个展现。然后我刚发现他床头有一个这个、哦、很好奇，相信应该很多有人跟我一样很好奇他是什么，我们这就来看一下他是什么。哎呦哎哎呦嚯、哦、灯啊啊，阅读灯啊，很实用、哦、然后再来大家有看到一本这个、哦、众所周知这 hotel 有一堆艺术珍藏收藏品、哦、那这一本就记录了他们酒店里面所有的收藏品，然后这本做的还很精致啊，精致到我真的有点想把它带回家，它好精致的、啊，一个纸雕技术啊。哦，这个大门哦，刚刚也有拍给大家看过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大门，完全是又长在我的审美上。然后它前面这个羽毛也是一个 J 的形状，就他们酒店的 J。然后后面还有非常多就是饭店里的各种书品、哦啊、有机会来这边住的话就是可以好好欣赏一下这一本，非常好看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平板、哦、这个平板是算是一个中控吧，他跟你说现在的时间还有最近的这个天气状况、啊、甚至你还可以透过这个去控制你的这个闹钟、哦、电视也可以吧，好像是选择频道嘛，按下去啊那个管家就来了、哦、然后还有一些房间，对，房间的中控Yeah. 啊，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哦，在监视你。哎，不是啊，哎，是不是真的有可能？哎，我不知道，不要瞎掰好吗？啊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，跟你说它的这个就是跟你说它这个床的枕头啊，它是有这样这些枕头的选项哦，乳胶枕，还有这个薰衣草枕，防过敏的纤维枕，颈部支撑枕，记忆枕。就如果你对这两颗啊，就是它付给你的枕头啊不满意的话，你还可以随时就是。请管家啊，请管家帮你做更替啊，替换刚刚那个菜单上面有的，这就是这个床的部分啦。可以看到它这个上面，它这些杯子啊，都不是一般酒店的那种比较拔辣的杯子哦。这个是可以从这个刻文看到，它其实是有特别挑选过的哦。你可以从底部看到，它也是有牌子。塔杯也是啊，它都是有这种花纹，比较独特花纹的，不知道是不是甚至还有。哎呦，是有牌子的哦。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吧台上面的需要付费的项目，哦，转个身，哦，转个身来到这个更衣间，这就是一些保险箱啊，很基本的啦，饭店都有的，只是它这个皮革的，它这个质感做的挺好的。然后这个有一个给你放衣服的螺丝换洗衣物啥的，这有个衣服袋，还有这些它的一些服务项目。
如果是洗这一些比较特别的，就会需要收费的问题。啊，它这个浴袍啊，它这浴袍很特别哦，不是一般的浴袍，好不好？怎么说呢？就是它，你看它的内里的材质，哇，哇，这摸起来超软，真的没有在跟你夸张的那种柔软。然后它这个外围的这个布啊，不是那一种一般酒店饭店里面的那一种毛巾布啊，不是，它是比较偏那种有点植绒布的这种质感。哦，然后这边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，哇塞，它这个里面是这样，然后它这个蝴蝶结绑的很好看，还有口袋，然后这里有这个大理石的洗手台，然后我们看到它这个水龙头很特别啊，旋转的这里是这种水晶，里面还有刻着他们家里的 logo J， 哇塞，看一下这个漱口水，李斯德林，看一下这个洗手乳，哇塞 ，Hermes 哈。Hermes 爱马仕啊，身体润肤乳，不过他放这边应该是给你当洗手乳，因为浴室里也还有哦，肥皂啊，这里还有肥皂也是 Hermes 的啊，这个哦很高啊，这个镜子啊，然后这个马桶，哎呦我操，它会消毒，重点是它会帮你消毒，免治马桶，强势的，然后这里还可以跟管家讲话，一般饭店只会这样折一个三角形，它用贴纸贴起来J 酒店，然后很屌是他怎么冲马桶，哎，怎么没有，等一下，太扯，你只要没有上他就不会有反应，刚上厕所他就冲啊，没上他就没有冲，我有没有上厕所他都知道，离谱，好啦，为了给大家示范啊，我就再上一次，10 seconds later， 好，现在里面是有的，那就给大家看看它怎么冲马桶哦。OK， 好，一镜到底哦，啊，一镜到底，给大家看，哎，冲完了。好，那再来是在这个洗手间旁边的这个浴室啊，淋浴间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淋浴间，真的是有点夸张哦，这个仿佛琉璃的这种质感，好不好？它这真的是琉璃吧？应该真的就是琉璃哦。然后这种全透明，然后中间还给你一个这个可以坐着的这种，哦，有点懵的哦。然后顶上也有这种花洒。在这个空间里面还有各种的反射玻璃，身材好你就欣赏一下自己的身体，然后再来是这个它的这个沐浴乳、洗发乳、润发乳的这种一样也是 Hermes， 然后它这个淋浴的这个，他们只要是这种开关的啊，全部都是用这种水晶，然后都有 J 在里面，对，真的是很夸张，比较浮夸的淋浴间。然后应该会有人就好奇啊，就是这个空间嘛，跟刚的这个浴室淋浴间啊，就是这么的直接吗？啊，就是这么直接，这么没有任何遮蔽吗？啊，也不是啦，也没有这么害羞啦。啊，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害羞的话，好不好？还是我们可以拉起来啦。好，拉起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，怎么好像有拉跟没拉一样？诶？不是吧？你这样意义不大，是吧 ？Oh my god！ 哦，这个泡澡的这边，欲言啊，欲言又止，不是伊索寓言，不是预言家，也不是，是这个泡澡用的欲言，好不好？哦，然后一样啊，该有锥的地方就有锥哦。哦，这里有个柜子，打开之后是这个。吹风机啊，刚刚差点讲成吸尘器啊，不是，是吹风机。然后这吹风机是 Dyson 的啦，哇啊，这个配色爱了。再来这个啊，这里有一个这个，你以为是镜子吗？你看一下人家这边写的啥？哦，人家是个 TV 啊，人家是个电视。当然你不看电视的时候，它确实就是可以当一个镜子。泡澡，窗外。窗外，哇，不知道晚上什么样子。啊
好，那现在就是跟大家分享在一模一样的角度哦，哦，同一个角度跟刚刚一样，其实大家可以隐约还是看得到开瓶器吧，这里啊，在一模一样的角度，我把合理的灯都打开了的话，情况是这样的，就是饭店这边建议的，我们可以边泡澡边看夜景的这个部分哦。如果我在这边泡澡的话，这样看这个夜景哦，那基本上应该就是在欣赏自己的身体哦。这个反光的部分就对吧？我连东方明珠在哪，我现在都找不到，在哪？对，找不到，是找不到。最多就是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经贸，嗯，你开瓶器也是非常的，吃力啊，找的非常吃力。大家可以感受，我已经把那个房间的灯都关了，经贸还算比较清楚啊，因为也比较近。东方明珠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它已经亮到是挺亮的咯，它已经是粉红色。桃红色那一系列的颜色咯，拍也拍不起来，其实我这样看用肉眼看也没好到哪去啊。然后站旁边的开瓶器啊，哦，开瓶器很近耶啊，结果对，就是因为开瓶器也是蓝光嘛，那这个效果玻璃帷幕的这个隐私效果啊过于好了哦。夜景的部分就对如您所见，那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为了得到这个更好的这个 view 啊，就是多花了大概是1000多啊人民币这样，就是可以挑到这样比较好的这个景观的位置嘛。但白天啊，白天确实还不错，如果天气好的话，确实是还不错。但晚上的话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大家自行斟酌吧。已经跟大家分享了，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个我们这次入住的 J Hotel 的凌空大床房这个房型的一个 room tour 啦。那再来就是明天早上啊，明天早上还有这个早餐的部分啊，甚至还有日出可以看。只不过日出的话是在这个早上6点钟，预计是大概5点半就要起床，拼一个啦啊，拼一个可以看到日出。那等等哦，等等就来看我明天看不看得到日出。因为日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天气嘛，像今天一整天天气其实都还不错，可是竟然在那个日落的时候啊，突然一大片云把太阳遮住，你知道这就是你没办法的事情啊，所以今天没有看到日落很惨啊。那明天可不可以看到日出也要看老天爷，要看缘分啊，那就看我等一下手掌一过去再拿起来之后啊，是日出还是早餐啊，那大家要不要先猜一下我看不看到日出。好，3、2、1。